家里有孩子的，这个蟹黄豆腐一定要试试。水开下豆腐和屏幕上的配菜，汤又是脑捞出，然后热油放入2勺好吃的蟹黄酱，放点葱蒜炒香，加入一碗清水，加少许盐胡椒粉调味，倒入豆腐和配菜，淋上水淀粉勾芡就可以出锅啦。这样做的蟹黄豆腐特别下饭，孩子超爱吃。